Zeltir， 中文名字又叫三角洲，是位于大温南端的一个城市，北面与列治文格河相望，南面与美国接壤，西靠大海，东临素里，也是大温日照最充足的城市之一。三角洲市面积为 180.1 平方公里，大约有 10.3 万人口，其中华裔居民约为6000人左右。三角洲市分别由拉德纳、特瓦森和 North Delta 三部分组成，拥有大温地区最肥沃的农地，还是加拿大著名的环保模范城市。此外，三角洲还有大温地区著名的鸟类湿地保护区。三角洲坐拥北美最大的轮渡站 Torwason Ferry Terminal， 是连接 BC 省会维多利亚市以及各海岛的重要海上枢纽。Boundary Bay 公园是三角洲夏季户外运动的天堂，适合聚会、烧烤以及皮划艇、游泳和帆船等各项水上运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Delta 最大市镇特瓦森来自原住民，意思为面朝大海，当地居民以精英白人为主，社区治安良好，家庭收入在大温位列前茅，属典型的高尚社区。占地120万平方英尺的 Torwas Mills 购物中心是大温著名的室内奥特莱斯折扣店。Torwason 还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，公立中学 South Delta Secondary 在飞沙公立中学的排名一直靠前，私立的 South Point Academy 更是名列前十位，是大温著名私校。三角洲市房地产由于投资客比例不大，没有被热炒，所以一般新移民都不太了解这个城市。随着大量市政建设与商业开发，势必会极大提升三角洲市的城市竞争力，也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，使得目前这一世外桃源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。好啦， Delta 最近的楼市行情怎样呢？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位于森林旁的 townhouse， 它位于 Delta 三角洲，推开门便是一片森林，在享用天然氧吧的同时，又离超市、银行、学校非常近，是一片闹中取静的好地方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看盘吧。Chelsea Gate 是位于 Delta 72街和112街街口，它的西南方都是森林，从小区往南有小溪和树林，而往东则是一片商业聚集的 shopping mall。 穿过两个街区就有大型超市 Save on Food、 London Drugs、 餐饮、健身，生活便利。而附近的 Sequin 中学和 Burnsville 中学在大温公校排名都很靠前，算得上是学区房了。Chelsea Gate 一共有50多个 townhouse， 有自己专用的会所，面积达1200尺，里面有会议室、健身房、party room。 而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宽大，大家也逐渐看到现在新造的 townhouse 面宽显长窄，车库都是前后停，而这个小区的连排都是 side by side 的双车库，不仅家人在停两部车的时候不用顾及前后，就连客厅和餐厅都是大开面，采光好，住出了独立屋的感觉。房型从三房到四房，面积从1400尺到超过2000多尺的大户型都有，价格从65万9900起，
而且即可入住，过户日都在4个月之内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咨询的，或是想预约看房，可以加我的微信 Demi Wen 或拨打电话778-891-6993。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有森林风景、离海边也不远的 townhouse。 它位于 Delta 三角洲 Tuasimil 的一侧，旁边是高尔夫球场和树林。10000尺的会所包含了游泳池、健身房、 party room， 去大型的购物中心也就2分钟的车程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看盘吧。Seaside 是由加拿大本地开发商 Mosaic 开发建造的 townhouse， 他们曾在去年进行了一次一天的销售，当天有许多人来签约，数小时就把放出来的10几个单位卖掉，足以看出大开发商的魅力。大家对于 Tuasimil 应该不陌生，它是集大型超市、餐饮和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商场，可以说一天都逛不够。而 Seaside 就位于 Tuasimil 的一侧，并紧靠高尔夫球场和森林，被绿色环抱其中。而这一期开的 Townhouse 会比以后建造的要更靠树林、更安静。 Mosaic 在对 Townhouse 的设计上的确用尽了心思，房型从两房加蛋、经济实用的小户型，一直到2000多尺的四房，从连排到双拼，适应不同家庭的需求。特别值得推荐的是 M 户型，三房加一个蛋。除了超宽的客厅、餐厅，在主层还有一个主卧，与客厅和餐厅分别占据2端，拥有超大的进入式衣橱和卫浴，方便了家里有老人或是主卧想与2个次卧分区，不想互相干扰的家庭。并在底层设有带全套卫生间的卧室，也可以做书房用。而顶层楼梯间采用了高挑带窗的设计，蓝天白云尽收眼底，每个参观过样板房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赞叹一下这个设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Seaside 没有外国买家税和投机税，价格从58万起，交房时间是今年9月到2020年的夏天。如果你有什么要咨询的，可以拨打我的电话778-891-6993，或是加我的微信 Demi Van。 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直排地产经纪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新盘，是位于 Delta 的 Tuasen Landing， 这是由加拿大非常大的开发商 Arnie 开发的，位于 Tuasimil 旁。相信大家对 Tuasimil 不陌生，因为这是个超大体量的 shopping mall， 去年开业的时候还一度引发了去 Delta 的交通严重堵塞。除了大型的 shopping mall 以外，沃尔玛、 Rona、 Marshall、 Savon Food 都有在那里开店。这是一个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大型商场。这个项目有上百套 townhouse， 分数年开发，等开发成熟后会有新建的学校在小区内，非常方便。当然越早买价格越合算。对于第一批释放的30个单位，开发商免费赠送空调制冷，第二批开盘时恐怕就要付费升级了。这个盘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，那就是不用交外国买家税。如果你有更多信息想要了解，可以拨打电话778-891-6993，或者加我的微信 Demi Van。
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直排地产经纪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位于 Delta 的新盘 Beaufort Landing。这是 Polygon 继去年推出的又一期 Townhouse。这一区的北面是游艇码头，风景宜人。这一期的 Townhouse 有三房和四房，从1500尺到近2000尺的面积，价格从88万到97万都有。其中四房的面宽很大，真的有住 house 的感觉。加上 Polygon 一贯高品质的设计和施工，相信能够为你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。它的会所汇集了室外游泳池、 party room、 健身房和小朋友的游戏室。这是一个单独的两层会所，超大的聚集空间可以让你和家人与整个社区的邻居充分的融合认识，也是一个结识朋友和团聚的场所。开发商还设计了两间 guest room， 为远道而来的朋友和亲人提供临时住所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一期的 townhouse 交房时间是从今年的10月到明年的1月，基本上等于准现房。如果你还有什么要咨询的，可以加我的微信 Demi Van， 或是拨打我的电话778-891-6993。了解更多温哥华楼市行情、投资理财资讯，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微信、微博和 YouTube 搜索关键字"温哥华房地产天地"即可订阅。